说谈感情最好闭着眼睛，有人说要公平，是谁犯规就出局，五十个好朋友，一百种好建议，只是似乎忘了究竟是谁主演这场戏。你的爱，你的情，完全属于你自己，还有谁比你清楚该努力或舍弃？我的爱，我的情，我要慢慢去经历，最相信什么个性，就会有什么样的感情。舍弃。